来了，阿周，我靠，来了，阿周，我靠，哎呦，今天要讲的就是女生啊，好，每一集都要讲，我们哪一集不对？对，女生讲的工作，因为工作导致男生。却步，哎，对，自卑。今天这几位女生，因为她们的职业是，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觉得自己罩不住。请问什么原因那个男生不敢追你啊？男生力气要比我大很难。好，这是为好朋介绍。好嘞，健身教练来了，不行的啦，来，欢迎，欢迎。运动员的感觉，哦，文凛，哦，而且很高哎，名字非常的那个高雅，文静。你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哦，你很高哎，你在女生里面算很高的。对啊，脚力选手。对，摔跤，脚力，摔跤，哦 ，wrestling， 摔跤跟脚力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就是有一部电影，就是我的冠军女儿，然后就是我的项目就是一样的，哦，一样的，就是脚力嘛，对，脚力很厉害，脚力很多招式，这两个弄来弄去，在那个扭来扭去啊，上面绕啊什么，那个到底最后分胜负是怎么分？我们就是有看比赛，是三分钟两回合，中场休息我们会算时间，有些次分数大于十分的话就赢，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叫做压制，压制，压制获胜，对，压制就是他不能再动。对，就是肩膀只要到贴地三秒就输了。哦，这边这边，但你这边倒下来了，双肩嘛，双肩着地。想，你看我们想参与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想，你感觉很有兴趣哦。他一直用单边这样，看起来是我们这边最壮的。对，我们看那个摔跤比赛，不是你压着压压都会这样。弹一下，对，瞎子代表裁判压过来，对，这个短音拿起来，这个最熟就是，我觉得丰田。为什么？日本摔跤很有名，日本摔跤很有名。对啊，日本很强哎。但是我真的没看过这么漂亮的摔跤脚力选手。脚力选手，对。到日本，你当时怎么会练脚力？其实我一开始是练田径，然后后来我接触了柔道，然后柔道其中有几天是练脚力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在那边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摔人是一件很帅很酷的一个运动，然后我就参加了。帅是有成就感。对啊。你一开始练田径是练哪一个项目？我是短跑跟中场。你本来那种跑步的嘛，对，怎么会练到就变柔道？柔道就变转脚力了。就跑田径的时候有受伤，所以就没办法跑了。所以然后我们学校又有柔道的校队，对。然后你又出不了手，刚好脚力哎，比较人比较少的人练的人，对，练的人也比较少啦。可是就是跟男生一起练这样。他个子跟男生一起练，那个是分那个体重嘛，体重量级数了。那男生力气看比大还都一样大。其实是哪一个是你啊？压对啊，那个好帅哦！谁会泼一个自己在压子？谁会在自己在下那个照片？那张后面教练的画面都比较多。后面坐在那边的教练，有一场比赛是从这个姿势开始，有吗？怎么会太不公平？有这是什么样？太不公平了！地板动作，土，这感觉是在道歉。因为他现在的表情，对不对？跟那表情不一样，哎，是很上场，就是两个上场，哎，那输赢的杀死，很认真，嗯，下一这个是在国内的比赛，对，这是我们今年的全运会，全运会，这样子捞是合理的吗？合理合理，好像是可以，而且你的对手好像，哎，你那强壮哦，你这个是直接猴子偷什么？猴子偷草，他没有逃，这个叫猴子偷过草，逃贵逃，猴子没偷到。哎，你是台湾代表？对。哇，你有这有国际赛事哦？对，我在国际赛拿了五面牌吧。哇，很强耶！那你说会种族歧视是什么意思？像我去国外的话，就是有些人就是专注，他们都是专练一项，就是只练摔跤。可像我们台湾的选手的话，就是除了要练习，然后又要读书，所以那时候对，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中国吧，然后后来那时候那个他就跟他的选手就说，哦，那个他们是社团的啊，我们就小力点摔，然后就当热身。嗯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听了，然后我就很不开心。然后后来在那一次比赛，然后就赢他了，这样。哇，哎呦，心里面凉水。哎，那爽死！你诠释有点错误，这不叫那个种族歧视，
这是单纯被看不起，是同一个种族，都是黄种，是黄种，因为人家会认为说，哎，你们是业余的，我们职业，这个是点念书来的，当然他们会有一点点看不起，对，一边念书嘛，甲组看不起，然后也是就是说，角力界流传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踢到铁板。哇，因为以为他们很弱，就被赢掉，对不对？强哎！那男生知道你这个身份，真的会怕吗？会，就是有一些男生会觉得说，他一开始以为脚力是别的那个运动，然后我就说有可能是跳舞之类的，因为就脚发力的概念吧。然后然后后来他们就说，知道，后来知道去查过。影片啊，或者吓到，吓到，然后就说，就默默的消失这样。失联。所以他的影片有这样，曾经这样压制，咔啊，对不起，啊，断了。好痛，力气太大了。那今天这样好了，这边有26位，是，你来选择一位。真的，两位也算，那两位也算，没有，我们就看就好了。不是，我们今天没。我建议啦，因为你是国际的选手，你建议挑起一些国际的赛事。你这说韩国代表，韩国人哪？韩国代表。要这样，让我们欢迎大韩民国，大韩民国。好，大韩民国下一位 ，Japan。因为你们两个国家这个比较接近，没办法，我好团结。那今天我们示范什么样的动作？脚力的一个立姿的抱头摔。抱头摔，他先拿，我会爆掉的。就是力量会在头上，然后都投一个支点。听得出来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就是西瓜会破掉，什么意思？还没有。来吧，急救诶！宣传新戏啊！姿势，你调一下哈，姿势对。然后呢？放轻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我觉得怎么样的话，后面标准师可以做什么？不是，是吧？不知道，太没安全感了。你把自己交给他就好。对，放松。好，对，抱头痛哭了啦。开始。好，放松，放松，来喽，放松。我靠！哎呦！标本师。脖子标本，好厉害哦！好像飞起来哎，你们要关心一下。哎，绿茶不算轻哎，好痛，凌空要起。我介绍我同一间，同一家，同一只手，不是一起换药。这样，他刚刚没有。他没什么用，他好轻松哎，像是用瞬间的腰力加上你，就是他的头是当支点，所以他的头重心偏掉，然后就会翻过去。哦，大韩民国这个在体育界的是厉害，当然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冬奥代表，冬奥运，储备选手，多给你一年准备。那我们这次要坐电车。我有坐计程车，名字就够曲解了。你坐计程车啦？对，坐计程车，好恐怖。坐计程车，不要动，放轻松。计程车啦，放轻松。哎，对方比他高也有办法哦。哎，高也可以。我被扫过来啊！哇塞，他在。我的。一代。我原本是期待像刚刚那个照片一样，就是磨来磨去的那种。没有，你们会有偷拍，完全不一样。那是晚上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一样。那是他跟男朋友，那是我。你要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。换干哥了。换什么换？哇，这节目你哎，我有八十哎，他很轻轻的，真的，他好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？这两个人，我们看他的动作，他没有在用力，真的，他是用那个巧劲、角度刷，一个杠杆原理。好，来，请坐。厉害。哎。